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联党党主席刘一定哈。今天要跟大家开讲一个主题是司法改革了哈。我记得小英总统呢，伫2016年5月20日就任一天哈。我冇去参加啦哈，我去参加伫总统府头前坐伫这個，看对总统是右边哈，总统兄才是左边，诶，这個第二位哦。安排了，我算很重要的位置，我的副主席，这个坤辉先生，黄坤辉，坐在第一位，我坐第二位，算起来，蔡总统也很重视台南，但是虽然说台南那次选得很歹，选到剩30万票，这个 2.5 一趴，不然就，这个，因为台南毕竟在台湾的这个思想，思想界，还有它的代表性就是抗中保台，反抗中国，保护台湾，排在未歹位，我记迄天佫有一个趣味的代志吼。那么，这个书记伫遐咧发吼，发讲吼，现在蔡英文总统已经吼从走到对面走进来，讲安尼吼，所有人是因看袂到走道就拢徛起来。我其实我总统内底我入去几落届，我知走道伫足内底，遐免徛起来，我拢坐伫遐，边仔大家拢徛起来吼。甚至连阮黄坤辉主席嘛徛起来吼，结果这时阵吼，边仔有一个坐伫我隔壁是吼第三位是这个蔡英文总统的爱将吼，尤美女律师吼，伊已经做立委啊吼，尤立伟就对了吼，尤立伟吼，我那徛啊徛，我讲徛要30秒那，我差好还佫坐伫啊，伊就讲，哎呦，刘主席，拜托啦。你不要这样，你给点面子好不好？不要这样啦！人家都站起来，怎么不站起来？我那没啥插手用，那想着讲伊是这个，哦，这个，蔡总统的爱将，哦，佫是推动这个两性平权。当然，我这個意见佮伊唔是讲袂合啦，我较无注意讲民进党去杀这個，时代力量去杀倒啊，人少年人的这个，哦，对两性平权啊，民进党搅哪搅一个煞乱去吼。什么？你看，什么点去啊？恁都叫叫，咱唔敢去叫。一直叫我徛起哦，有美女哦吼，我拢点不爱睬伊啊吼。结果吼，经过差不多2分钟后，因为迄个走廊足远的吼，蔡英文行来到讲台遐，迄书记才讲，请全体起立，我才徛起。所以吼，真笑你看，有权吼，对有权的人，足侪人拢做爱破烂的吼。慢车徛起，你就叫人徛起。好，我今日讲迄个故事，这是一个场景尔吼。其实我要讲就是迄天蔡英文去来台顶讲这个伊的未来施政的报告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伊讲差不多15-16分钟吼，内底吼有一段，这个下台卡吼，台卡甲这个两边边的观众吼，好拍足济。第一件啦，就讲伊要司法改革。伊讲吼，台湾的司法长期以来吼，台湾的百姓无信任，失望吼，伊要全力来对司法做改变吼。不过下骹真正掌声如雷呢，我刚来讲吼，伊迄个十几分要到20分钟的这个演讲吼，得到上侪破声就是司法改革吼。好来，那这问题就甲细倒当来，咱即马来讲司法改革有几步吼？对去年的5月20日吼宣誓。噶即马已经一年阁过3个月啊，吼、哦，迄个6、7、8，因为已经8月中，即马才正式要做总结，注意听哦。总结就是讲，伊经过这几个月吼，有哪有开局部开一挂会啦，我讨论啦吼，即马有一个结论安尼啦吼，意思讲这个结论得要出来。但是我最近噶看各方面的反应，包括报纸吼、哦，其实我家己有哪有写一篇吼，伫、哦、这个。这个拜三吼，拜三这个8月9日，诶，《自由时报》啊，那个对司法改革的看法，阮认为讲，你讲遐侪制度面呢，过来要改什么陪审唔陪审，吼啊，什么这个坐的迄个坐，但是你司法本身有改革无？司法本身的人，司法院本身你的结构，你敢有做改变？无啊，吼，这我迄文章主要是讲，干那一直要改，吼。这个制度要哪改？哎，你什么上诉？什么时间要缩短？哦，拢改，迄拢作细节。其实今仔日台湾人对台湾的司法，吼、哦，
伊无信任，老实讲，毋是来自制度啦，吼、哦。讲实在，制度你也讲台湾的制度好啊，啊，敢无定金吼、哦？一个较重大案，拢爱判啊三届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对吧？甚至一般的案件，佫会说吼，是几波吼？你关一个人无简单呢，对吧？程序，我认为吼、哦，有啦吼，当然，阮台湾嘛比较较赞成讲这个审判的过程爱公开化，所以我。其实真赞成讲这个哦，这个你心怀过程爱上网哦，我大家拢看。啊，当然内底有一寡隐私的问题，比如讲这个案哦是这个做未使个人隐私在里面。你看技术上免来克服，但是基本上伊是啥，牵涉到公众利益、国家重大利益迄个贪污的案件。哎，你也互知影讲这哦，也是讲迄个官商勾结的案件，你也互知影这法官你判。老实讲，这法官有做歹代志也无，有人收钱也无，看迄个过程就知影。这大家拢知影这有问题，结果伊竟然敢安尼讲、安尼判吼，过来陪审制度，我认为台湾即马是爱行的方向是安尼吼。但是这吼，就是对司法本身的改革，司法本身嘛爱有转型正义。欸、台湾这个司法过去是去用笑甲吼，笑甲喙齿用要落去呢，我即马是去补喙齿，喙齿用要飞出来吼，这。是安尼去用笑？国民党家己的人徐水德啊，讲安尼法院着国民党开的，惊啥？吼、哦，嗯，即句话讲到即卖还未二十年呢，吼、哦，台湾的司法其实还阁足侪吼，不公不义的代志内底，啊，即、這个本身吼，伫即摆即个司法改革会议的总结吼，我看未着，应该即项未报告，吼、哦，司法对家己的改革无啦，啊，敢若讲我着要补一个啥物制度啊，或者要安怎迄个，要来调整，吼、哦，拢是咧讲外口的代志吼，你家己，啊，咱古早有一个故事，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周楚除三害，有无？好，这个，伊这个周楚是做到好，力足大，功夫足好，吼，啊，伊吼决定要替这个伊的村民吼出一口气，哎，恁感觉有啥物代志，吼，啊未解决，我来解决，吼，迄个砖头，迄个城市啊，吼，城市的百姓讲，有啊，迄南山有一只猛虎。人若过拢会共食人啦、啊，吼、哦！南山的猛虎，或者周楚落去哦，拍死，武松打虎算啥？周楚一次把好几条老虎都杀死，吼、哦！南山的老虎拢叫台死，吼、哦！你够哦，够有啥物害虫？嗯，有啊，江内底吼有一只迄个蛟龙哦，蛟龙，哎，船啊过拢会共，吼、哦，迄个泥尸水怪块，吼、哦，中国嘛有泥尸水怪，会共船啊食去的，足恐怖。这周楚哦，因为武功太厉害了，跳入去江里内底，无外久就把迄只泥尸水怪给抬死哦，大家拍破啊，战战。哎、欸，但是双害已经除了啊，还有一害呢，是哪一害？周楚就去问因的市民吼，问遐市民百姓哦，啊，你咪讲只有三害哦，大家拢歹势讲，尾啊问一个高音啊，哦，这囡仔较高讲实在话，我国王的心意吼。诶，囡仔讲，国王痛苦难无情苦。囡仔讲的话同实在，吼、哦，囡仔就讲，叔叔，山海就是你啊！啊，你讲伫这个企业内底吼，人食物件拢无要红钱，吼、哦，啊，看到人无听你话，你就头壳小工包来工包落，搁人整，啊，整个拢着来伤，你就是本市的第三害啊！做厝才歹势，啊，原来，阮这个城市的山海就是这个山顶的猛虎哦，江内底的蛟龙，甲我本人哦，我是老蛮，我做歹势，伊怎啊改过自新，哇，我这个拜三下篇文章就是讲，你司法讲几波要改革，拢是迄个什么，这个制度，那个制度啊，什么代志要怎调？我问你啊，上简单嘞，阮台联党，去年哦，哪里讲要司法改革，阮提出第一条，歹势吼，完全拢无反应，阮提对条。你台湾的法官，包括检察官、退休司法官，恁拢领双份退休金啦，啊，这有改无？无改啊！法官本身，咱其他所有军公教的人领一份，即马都还佫咧嫌伤济呢。一份讲爱佫降啦，我即个爱降一撮落来，无会倒去，政府会倒。结果恁司法人员全台湾的法官，吼、哦，有三四千人，拢领双份的退休金，一份也做退休金。退休金就是讲来我做一间领走，领走了伊会使讲领一下做退养金，吼、
退休金摕来按月按月来付啊，哎，金额吼，食到你若平均岁，你若只要食到八十几岁过身以后，你还甲退休金平齐，顶领双份，啊，啥无爱改？这司法本身，司法要改革，司法本身，司法改革毋是讲我创一个新的头路，新的名目，哦，啊，就像陪审这类新的制度嘛，哦，迄是增加去的，但是你本来做歹去的，哦，过来你伫迄。你本身内底政治咧干涉这个司法，遮严重。你看这黄世明做检察总长，吼、哦，啊去共偷听人个电话，偷听郭建明甲王金平个电话，偷听了，佫走去甲马英九报，马英九升起来，伊是行政系统个最高领导人，司法伊是卡袂着个呢。啊，那司法那走去甲行政个最高首领报告，就根本就拢头壳歹去，根本就。还佫停留伫咧皇帝吼，哦，即、這个五子万岁万万岁吼，啊，即皇帝，我是皇帝，朝廷命官吼、哦，我即马去偷听着人咧讲话，啊，即个拄仔是马英九上讨厌的王金平，啊，甲民进党的即个干事长，哦，啊，即、這个创我死，哦，来，哎、欸，这是啥物司法？即种的机制伫即届即个司法改革内底，你敢有看到？哦，过来，我捌提出一个思想的改造。老实讲，台湾的这个法官吼，真正足大问题。伊头壳都，咱莫讲全部啦，咱用一寡这个统计学的概念，我咧看吼，一百个法官，哦，有差不多七个至八个吼，诶，七个、七十个至八十个是蓝色的大脑，伊都头脑内底都哦，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哦，伊的祖先的皇帝，读起读出来，伊做个法官就是表示够读册哦。到读册是读迄个教科书，国民党甲你洗脑呀，读甲足饱的嘛。过来，伊就业了后，甲国民党挂钩好，然后党国要人甲拜托哦，敲电话，也是讲用新官甲诱惑者，伊都好对国民党去行。十个内底只有七个、八个哦，是蓝色的啦哦。一百个内底差不多三个、五是绿色。我国内底有哪有绿色？哦，我古早我对绿色的看法就是讲哦，绿色就是吼，即。较好胆，也是较巧的，哦，较巧的。我读书读到一条，知影说你骗人，国民党咧骗人。我怎啊跳出三界外，哦，变做，哦，偏绿的，偏绿人足少。迄个法官的比例吼，差不多三趴五，唔是三成五成，三趴五趴。剩咧则是伊是属于较中性的吼，啊，即个照规定办代志，啊无偏党派，或者啥中，安尼啦，吼。诶，啊安尼的司法的现状。法官的脑袋瓜里面，吼、哦、的不公平的状况，爱解决无？爱啊！阮台里慢慢提出一个，听起来有点较动见的吼、哦，就是讲，阮主张讲吼，你想要、那個，吼、哦，比如讲1996年做一个分界线，1996年台湾全民民主化，吼、哦，后尾变啊，改做从台湾的最根本制度改做总统民，伫选了后，以前的法官拢搁去顶课，吼、哦，用新的这个教材，新的这个。规范哦，民主社会的规范，你登去考一届哦，考了会过，你再搁倒来做法官。哎、欸，啥物你茫想讲这一直来讲的这個，敢有遐罕过，敢有可能？啥物法官还去重考？哎、欸，德国吼、哦，德国东德西德夹起来是就安尼处理啊。因为吼、哦，东德迄阵啊是共产党，你看啊，共产党伊的理论是讲哦，无产阶级专政哦，共产党是因的天，因的天，因的地哦，因为敢那这個。台湾的蒋介石讲好，中国哦是因的祖国哦，还是什么国民党三民主义是圣旨哦，啊蒋家就是永远的这个民族救星，迄套就甲蒋匪啊差不偌济啦哦。结果当地势力统一起来了，当地这法官大家拢共产党的思想头壳破破哦。西德这边是民主哦，自由社会的这个的司法的想法，免啦，足简单嘞，你用一套全德国统一的就。当然，比较较倾向这个哦，民主社会司法制度的概念。来，所有的当地的法官，你拢过来开，搁考一摆哦。考考的，哎，你会当，你会有了解，有了解这种哦，民主社会的司法是爱安怎想才对，逻辑是安怎才对。后来，哦，通过你搁入来做，我嘛无甲你排斥哦。哦，从简单说，我的讲法是讲，你1996年哦，有的人讲概念太老啦，概念可能即摆嘛拢。差不多七八十啊，迄阵嘛无咧做啊。1996年以前诶，即马做法官可搞不好，那四十七八岁、五十通岁，搁去考一届，
考会过，你才来做。阮所主张过，才包括司法官，敢若会使领一份退休金，吼，包括思想的改造，包括司法内部吼，才过去才冤案、弊案，要安怎揪出来，搁处理一届，吼。你啊看有啊，最近迄个几来案件拢证明啊，讲古早这拢有问题。伫马英九时代哦，这已经因民主化了后，马英九时代你啊看几来案，即马拢发到有名的三中案，吼，国民党迄、那个。甲迄个中共啊，啥物事吼？因为迄个党营署、中营，迄规拢食食去，食到内底也阁乌食乌。国民党已经作乌的，国民党食党产吼，不，国民党食国产，食去变伊的党产。蔡正元则阁用私人去食党产，这个黑吃黑吼，天下乌鸦一般黑吼。国民党乌了无钱，结果竟然当时的特侦组调查，结果讲，欸，这无证据啊，啥物放伊过，你看。即马查有新的证据出来，哪呢？啊，偏偏一个案，迄个案都一个私心尔，哪会会滴？吼，初一这初政策不一样，初一十五的月娘无同款，哪会呢？卖研究时代司法讲无代志，但是即马来查了，哪有代志？哪会呢？这司法本身就是有病啊！要改革的是司法本身呢，司法改革不是讲我司法要出来哦，创出我新的制度，哦，要互恁。感觉较无共款啊，毋是，是司法本身就有问题啊。你爱改家己，是啥物啊？像周楚除三，第三啊，就是要把自己坏习惯除掉，毋是叫你除三啊吼，叫你把家己的坏习惯改掉，卖过去人鱼肉乡民，卖过去人食免钱的，卖过乌白拍人吼，啊卖过哦爱做老大，就是你偌大吼。周楚除三的概念，我咧讲的司法本身爱有转型正义吼。那么其实这个若无做，我讲讲坦白了吼。有人伊甲问讲，欸，我嘛有收到这个蔡总统邀请卡吼，讲啊十二号啊，欢迎咱这党的这个党的首领吼，会当来参加这吼大拜拜吼。其实我迄天决定无要去吼，无要去，毋是甲抵制啦吼。但是阮对蔡英文总统还阁是有期待，我嘛希望会当改愈侪愈好，会当成功上好。但是呢，坦白讲，因为即届司法改革的内容，我看袂出有针对司法家己本身。伊个人，伊现有个制度本身个大改革拢无，佫一个上严重个司法改革个漏洞。我问大家啦，哦，这个司法改革的声音是从律师出来的吗？从法官出来？唔是啊，你就是百姓。我迄讲伫这个去年五月二十，蔡文就职是大家民众伫大开破声偌大呢？伊敢若讲着司法需要改革，会较破声较随间，表示这是人民的心声，因为。哦，咱台湾的司法坦白讲，伫民间风评真歹。欸，伫美国吼，美国当然嘛，毋是讲所有法官都外国人，但是伊的民调吼，一般伊的司法信任度，就讲一百个人内底，差不多拢有差八十几个吼，认为讲司法是公正的。咱台湾你也看到民调，你会知笑死。司法的相信度差不多两成尔，两成而已，有两成讲司法公正，八成拢认为无公正。哇！啊，民间嘛出一个，迄传说早都拢讲啊烂去啊，吼！司法法律万万条，吼！啊，要判金条一条，吼！司法千万条，确实金条一条，吼！啊，这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即种的这种民间的对司法的判断，尤其最近这几年啊吼，愈来愈离谱，啥？一挂恐龙法官，吼！迄个犯的罪名，大家拢感觉足可恶，结果法官讲话说。无啦，即个会当教化吼，要去教化，要吼，啊，结果害死搁较侪人吼。到迄个，即个用足侪物件煞去替即个加害者去脱罪安尼啦吼。即民间的反应是安，所以吼，司法的品质吼，品质当然甲伊本身较无关的，品质就是讲哎，伊未来做出来审判啊，有没有什么程序可以补强吼？但是我咧讲，讲司法本身就已经有问题啊，你本身的人。吼，甲现有的制度都爱做大好大改，结果你叫来要开司法改革会议的人，来，我问大家三种人尔。第一，就是法官本人参加司法改革，拢是法官，伊本身就是检察官也是法官。过来，学者，伊是坐谈校内底咧教书，老实讲，外口的代志敢知影足侪。第三个，律师，吼，这三种人拢唔是最迫切。要求要司法改革，因甚至是司法的既得利益者呢。啊，你叫这个人来开会，开一年，吼，啊，一个月开一到两到三到，开咧十外道，
感觉起来讲，即马安尼司法改革方案出来了，哦，我们就照样这样改，安尼有结果吗？你要改的司法本身，我讲起来较歹听，律师本身嘛爱改革，法官本身嘛爱改，爱大修理，哦，你学者本身有了解社会，有了解民间的想法无？哦，不是干在伫个程序顶管理、法条顶管理，咧争来争去，不是呢？是迄个民间的对司法的痛恨，也不信任，这无法度伫个司法改革内底翻译出来啊，无法度反映出来啊。哦，所以这是台联党哦，这个讲实，我嘛是因为安尼，所以阮内部经过讨论讲起，啊，这第一点台联即嘛吼，党委言轻啦吼，阮讲的话，哦，这也无一定有人要啥物啊，像阮花句啊，这个连这简单的正义，一般人拢敢那一份退休金，是安怎法官有两份退休金？啊，恁会使改也未使改？这个讲较久，怎拢点点？哦，啊，这就敢那只敢那证明讲这台联讲的无啥人去信道，所以鬼卖去自取其辱哦。所以阮实在无啥意见，但是有意见无？台联有意见啊？阮讲的时候，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来听的话，吼，哦，就这种司法若要改革，啊，本身无改着家己。无改掉我家己这个制度，无改掉我家己这个人，干呐一直讲啊，我用一个什么，哦，甚至即马干呐外口像其他的政党干呐要用什么陪审制，用什么制，哦，要来增加伊的公正性，因都拒绝啊呢，法官都拒绝啊，哦，讲啊要这，哦，未使啦，这样呢，佮甚至用个什么理由在讲什么，哦，影响着违宪啦，讲影响审判独立，哦，审判独立是什么时啊要对，是要互你公正。人看人讲的恶路，这种独立不是怎闭起来，家己关起门内底，家己偷偷啊制作哦，闭门造车，还是怎样？甲人一手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哦，安尼，迄不是独立啦，独立贪污哦，独立贪污人看较无安尼哦，不是呢，独立是要让你做甲足正，做甲哦，甚至什么人来讲拢，你拢徛会条，叫做独是迄个独立。不是讲你怎门关起来，密闭内底用，啊人看袂到，说叫不是安尼啊，哦，所以关于司法改革，台联党不是无意见，哦，啊，哦，但是希望讲吼，即，這个，用我无去参加辩论，底坐意思啦，吼，有人讲恁是讨厌出来问，讲实在，台联党对民进党上好，哦，你甲看，哦，我有个老话重提，啊，进前安尼吼，吼，去年的八月、九月、十月。底下话较大细声，恶力啦，等恶力，哦，恶力才能照顾老公，哦，叫民进党实在是叫别家吼走后无啦，恶力就一定开火去的吼，后来无来创一个一力一休，那一力一休是安尼出来呢？结果今年是死落了，一力一休换叫骂个臭头，起码吼闯祸的人那个恶力的时代力量，甲国民党拢惊，好像若无其事，哦，那甲你无关系哇。我无记得，就是贼仔有啊，迄个贼仔去共偷摕物件，吼，去互发现，规砖头拢出来要掠贼，掠贼咯，掠贼咯。结果贼仔吼，啥徛路边，惊啊无，惊路人食，哎，伫遐举平，贼仔走遐去啊，嘿，走去田里遐去，伊家己本身就贼仔，吼，闯祸的人竟然没有事，啊吼，民众即摆叫骂甲臭头，所以，我为这个案例要甲大家讲，台联党绝对无做这种代，袂去害人害到死，搁那点点，吼。这个时阵，阮就主张这个足慎重的，因为这个哦，这个劳资中间台湾即摆是面临，这个我有一天再来讲这个国际化哦，全球化，全球化了后，咱的思维不是干那讲，哦，劳资都是共产党，咱咧想，哦，劳工赚钱，哦啊，头家就了钱，啊头家赚钱，劳工就了，不是这个二分化，哦，因为你若赚头家真正好，也赚无，伊就去国外，伊就走去别国去啊，有无？郭台铭有无？台湾派落去就走去中国，中国即马佫落无啥话，佫走去美国啊，吼，哇，这个是全球化，全球化了吼，有足侪物件，咱爱足成熟的，足有技术的，才会当控制无吼。那讲啊，民进党无代表叫时代力量害害即马，即马一箍屎无人要甲切，无人要切尻川在遐啦吼。好，咱即个单位讲到这为止，谢谢。